蒋乃馨委员发言。蒋乃馨委员不在场，本案暂不处理，请罗明才委员发言。主席、各位委员，本院委员罗明才等34人，鉴于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为重要的交通干道，周末更是连接乌来北宜公路沿线观光景点必经之路，车流量大且已无拓宽空间，而人行道及慢车道受电线杆阻挡，造成行人诸多不便及慢车常有与汽车争道的情形。原此本席特提案要求相关单位协助推动北新路电线电缆地下化工程，一来有助美化市容，避免电线杆阻挡通行；再者，更能稳定供电用电。是否有当，请公决案。